哎，郑宇，甲方，给来只鸡呗。我想要一个鸡，炖个鸡汤，做个明天做个米线，提前给炖上。一只鸡，十捆香蕉。什么鬼？我来，快，我们三个站在一起。没必要。这都自己都是自己人，说什么东西？一只鸡，十根香蕉，他疯了吗？十捆，哪双吧，黄老师？哪只？黄老师，哪只？没必要，你少点，六捆吧。我们这样讨论没有意义。有，怎么没有意义？少四捆的怎么没有意义？就是差四捆的。对呀，六捆，八捆，六捆。我怕摘不完。一口价七捆，不说了。啊？七捆可以的，七捆，七捆，不然我们不吃了。啊，那先来半只，3.5捆。还有半只半只要的，那另外半只怎么办？哎，那我不现在用不了那么多呀，不完。行，那就是七捆，一只来一只整鸡。那香蕉什么时候给我？明天。彭毅，彭毅，你的那个香蕉，明天去弄七捆香蕉回来。好，我们诚信。这么办？啊，那明天给我。明天没问题，明天没问题。哎，排骨多少钱一斤啊？啊？排骨怎么算的？排骨怎么算的？排骨怎么算？排骨啊，两香菠萝。啊？排骨两香菠萝，你这是现乐，后边那几个在坏笑，都有哪几个在那乐的？我瞅瞅，哪几个在那乐呢？笑什么笑啊？有什么好笑的？哎，你不觉得拿着这个特有气氛吗？这气势，我这一块砖就作为我们的叫。谈判砖，正好写个字，对，谈判砖，谈判砖，我们家叫谈判专家，谈判专家。